你好。你好，您快请坐。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您看看，您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？不用了。莫大大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四年，四年前的今天。我知道，四年前的今天，你关注了我的微博。四年里，你每天都在给我发私信，我都看了。你竟然都看了？我感受到了你的真诚，也感受到了那份感情。我以前觉得这种感情太过盲目，但过了很久，我才发现这段感情原来这么的真挚。小宁，我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莫大大，我想你不要误会，我约您出来单独见面纯属是公司层面的，我绝对没有单独想要和您私自联系。小宁，你发给我的消息我都认真看了，我很感谢你跟我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我很感动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问你，华小宁，你是喜欢莫不语的对吗？不对啊，不是，全都错了。莫大，我承认我是喜欢您，但绝对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我很感谢这四年来您声音对我的陪伴，但我对您除了崇拜之情，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。我只希望你是我二次元世界中那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，我的精神支柱，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想过。小宁，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虽然那个人好像不喜欢我，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和他工作的地方隔着一道玻璃，但我却觉得好像隔着千山万水一样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跟你发私信来说一说我这段感情的苦楚，但是没想到今天让你当面成了我的树洞。